把这豆腐呢切2寸来长，1寸来宽，1公分这么厚，拿小刀在这个厚度上就拉这么一口，青椒末、香菜末、芹菜末，搁点葱、甜面酱给它拌了，拌完了以后塞在这个豆腐切的这个小口里，在那煎，两面把它煎黄了，真好吃，咸不丝儿的，而且还清口。